跟我的能力匹配的公司，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两边要互相辅佐嘛。啊，你不就是假设我能力有100，但是这间公司只用了我的能力的50%的话，那我可能我就要考虑。对对对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意愿呢？你说到十分，你觉得几分？可能7分之类的吧。对啊对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，麦子哦。好，拜拜。Oh, what?